好想念台湾的早餐。这个地方叫 Q Garden， 你们看，超美的。我婆婆说这个是野生的蒜头，所以这 smell like a garlic smell， right？ Yeah， it's very shaking a lot， you know。好，我是马太太。看我捧这一束花就知道今天一定是什么节日。对，今天是英国的母亲节。那英国母亲节跟台湾母亲节不一样，英国是在三月份。那我本人是不太过母亲节的，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是母亲。我们今天就是要跟我老公也有母亲嘛，所以我们就要跟婆婆一起过母亲节，炫耀一下。这个是我儿子给我的卡片，有没有很可爱？你有没有说 love me？Love me, love you. 说你要说 love you. My T-Rex got bigger teeth. Okay, let's go. Bye. Hey, wait, wait. Okay, 那你要说什么？说 let's go. Let's go. Okay, let's go. I want to talk. 等一下再 talk. Okay, 等一下 talk. 这是要给我婆婆的花。Hey.哎，好像上车了，我们要去找 grandma 了。I just feel like it's on the ground。我婆婆想要去 Q Garden。I feel today is for me, it's not Mother's Day, it's more like a mother-in-law's day. No, daughter-in-law's day. Yeah, because your mom want to go to Q Garden. I didn't want to go to Q Garden. 但是因为她有妈妈嘛，妈妈最大。Mother-in-law, the most important. Mother-in-law happy, everyone happy. 有没有？婆婆如果生气的时候超可怕。去婆婆家，我们先买个咖啡跟东西吃好了，因为我个人不喜欢跟婆婆他们一起吃东西，就是早餐类的。我婆婆对食物非常的挑，像这种东西，星巴克什么的，她都不会想吃，她只想要自己就是煮那种自己的那种 homemade cook， 就有点麻烦。吃这个，这有点无聊。就是起司加罗勒加面包，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应该都卖完了，太晚了。好想念台湾的早餐。我们吃完东西了，要去婆婆家。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喜欢跟婆婆一起。我婆婆不是不好，但是在婆婆面前。就是不一样嘛，你们懂的，你们懂。我们到了，正在往花园前进。OK， 我们进来了，所以这地方叫 Q Garden。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有一点像付钱的大公园，但是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盆栽就是很特别的盆栽，就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来那边走走啊，看看。今天天气没有到很好，但是没有下雨就算是好。我们要先去喝茶，因为太冷了。超多人的，差点找不到位置，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太好了。大伯。我们终于喝完茶了，准备要来散步了。既然来先吃东西，你看我们像猪一样。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可以在树上走，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跟我讲的说可以在树上走，应该是树跟树之间有那个走道吧。他们水仙都开了，水仙超美的。这里面有很多那个樱花，樱花都开了。哎呦，我的那个刘海被吹了，把它稍微的整理好一下。这是我儿子刚刚去摘的花，看，超美的。这是白樱花，是 white cherry blossom。I totally have a smell. What is the smell of? No. Nothing. No. 我们就是要去上面这里，看得到吗？上面这里。
We are safe. 我有点害怕，他有点那个很高的，我觉得有点可怕。I'm a little bit scared. I'm worrying when I fall down. 好，我们要去爬上去了。看这个。我婆婆说这是野生的蒜头，所以这 smell like a garlic smell, right? Yeah, on the leaves. See, this can cook. You don't need to cook. Oh, you just can chop it and eat it. Yeah, because it's not, it's very mild. But it gives a nice, you know, to your salads or fish. Okay.Or your vegetables, yeah? Yeah, we have it grown in the cottage. 我刚刚就想说，怎么走到一半会有闻到很像青葱还是蒜头的味道？然后我婆婆就说，这就是那个蒜头，就野生的那种蒜头。然后它是叶子，你就是把它切一切，就是加沙拉就可以吃了。这超蒜，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在厨房里面 ，feel like I'm in kitchen. 好了，就是我婆婆跟我公公没有要爬，我们自己爬。它有点高，真的认真的，但它是走一圈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好像你走下去，头就洗了，你不能不走完，不走完就只能跳下去，有点可怕，有点高，越来越高了，因为它有小小的洞可以看到底下，我有一点点的惧高症。OK， 我们攻顶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走，好像还好啦，没有我想那么可怕。Altitude is very very high, but when you here, it's fine. 哎，它整个这个都在摇哎。Can you see the tree? It's all moving. Yeah. 好摇哦。Oh my god, this is horrible. It's very shaking a lot, you know. Come on, this is not very good for you.我们下来了，我天哪！我刚刚一度无法走，哎，超想吐的，因为那个桥其实是会摇的，超不舒服的。而且我儿子他就一直不停的跑，后来是我老公牵着我走完后面的路，因为我真的是太不舒服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雷峰塔。怎么会这样子？现在已经快五点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母亲节影片到这边结束，下次见，拜拜。有人说要说拜拜，那你不说？你没有讲话、啊。拜拜 ，T-Rex。